几天没有看到它们，居然在这个鸡笼这里遇到它们了。它们在这里吃别人家的鸡食，它还认识我，看到我的老远就围着我。这还有一只，我刚刚就是在这里碰到它们的，但是我今天只发现了两只。我什么都没带，这样他们一直围着我，看一下能不能给他们逮到啊。来，不让我逮。还有一只可能跑丢了，一直跟着我，我给他往门口引，我说这好几天都没看到他了。在这儿捡了一颗米饭，逮不到，我回去拿点吃的过来。还在这儿，过来，来了，过来。总算是又给它引回来了，还有一只没看到，可能已经飞散了。今天就发现了两只，在门口是比较安全的。去吧。我又回来在这附近看另外一只，还是没有看到，可能是真的走散了。因为那两只我刚刚就是在这里发现的，他们在这里吃这个鸡食。好了，那两只现在我已经给它引到家门口了。看来另外一只是真的飞散了，因为那后面就是山。